这里卡刚处理好啊！哎呀，连哥哥等你处理啦！放心啦，爸妈听你啦。多谢爸妈，我无做唔到代志，都唔惊大家惊扰。先莫讲到这尔红声啦，卡边咧等一下，鸡嘴变鸭嘴。好啦。 是安怎？上关键的这段画面，哪会无去啊？子珊，哪安尼？啊？妈，我甲哥甲子怡卡送去学你的时阵，迄头家有讲啊，啊，因为迄子怡卡去破掉饮料啊，所以伊无法度保证咱完全修复。这会当讲我是真金不怕火的。关键的画面无去啊。 这个当讲是阮无看到，并无代表是你无做过。哎，啊你也无证无据啊啦，那当然我学阮开封啊。啊，搁有啦，就算啦，你上下久有讲哦，阮开封欺负恁小妹，甲恁小妹创空，啊，当即声恁就爱甲阮开封或者失礼。我认为我嘛讲无毋对。 爱我回去的案件，等我找到会当证明开封是清白的时阵，爱我先问风拢无问题。子珊啊，我知影哦，你有外唔敢自同啦。不过你应该嘛清清楚讲，因哦，恁两个拢是为着未来伫咧拍拼呢。啊，今嘛哦发生这款代志，当需要因两个哦，同心共同来克服这个难关。 啊，恁两母仔囝若是要安尼继续一直指控凯宏，是会去破坏着因的感情呢。妈，我相信阿姨甲子珍一定嘛真要紧凯宏阿哥有子通的感情，啊，不过这段画面确实无法度证明凯宏的清白，而且我嘛想无啦，明明其他的画面就拢好好，是安怎这段就是空的。这无啥物好想的啦。 一定有人动脚手，动脚手的原因，共一个，就是想要毁掉证据。恁真正足奇怪呢，要检查行车记录器的人是恁，把记忆卡摕去修理的人嘛是恁，啊，即摆结果无符合恁的期待，恁嘛是硬乱我讲。 我是甲自从创刊的人，好啦，我向恁回谢，敢会用？是嘞啦，是我含慢，好话一通原谅去用掉包，我拢唔知影，是嘞。好啦，你莫安尼啦。 看啥啦？哦，这个查某，敢毋是开封车顶的迄个？是啥头号的？我嘛唔知影。这个查某，穿甲遮尔啊妖娇，百面毋是啥物正经的啦。这个开封最近哦。 愈来愈无老实呢，唔若讲白贼，即马佫私底下佮别个查某出去，佮无甲你报备，真正愈来。
不是款的，行，咱去问好清楚。人拢走去啊！什么人煞煞去啊？迄个客户若是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哦，我绝对袂放伊煞啦！咱坐计程车去解决，行。安尼即卖我替你处理行车记录器的代志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挂奖励啊？龙之，那个是我姐姐送的。恁两个最好是赶紧落车，若无恁会后悔哦。阮就是怕落来，你紧走啦。安尼哦，好啊。等下林子彤过来抓到，就莫怪我无甲恁通知。你讲啥？子彤没过来？你哪会知我伫遮？当然是瓜子的女童军，路见奸情，为了端正社会风气，我就把恁两个人的相片传给林子彤啊！大王子，你竟然给我阿卡，你话真心？啊！大王子，你给我过来！我嫁你哦！我今天马当个不良少女，你出啥？你不良了，不良少女，法律不良了，你！你把警察打走了！公子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跟子彤讲的？你紧讲啊！嘿，子彤，你看，头前那台都是开好的车对不？进去，进来。哎呀，又来呀！这不是安怎了？进来，先避开。我头疼了，来，我替你 cover 了，啊，给你啦。对啊，来，给你啦。你来家送啥？我心情不好，有淡薄阿杂，来家看一下风景嘞。想讲看心情是不是咱较好诶？哦，啊来遮南坡看风景哦，我真正诗情画意呢。啊无嘞？我看到你车顶有坐一个人啦，你讲，你讲啥物人来？恁真奇怪，我家己一个人来这看风景也袂用的，无即嘛是安那？把我当作是犯人，你敢是我行动啊？阮都明明看到你车顶有坐一个头毛长长的查某啦，啊你即嘛讲，你家己一个人来的？农历七月过真久啊呢，哟，敢讲有一个人坐伫你身躯边哦？声音，刚才有人在听呢，难怪。
袂怕。叫这领，还是讲这领真歹看，我带提退掉好啊。你带你兄妹来遮，啥都唔敢甲我讲。是啊，啊你甲蒙子四伟做伙来，有啥物唔敢讲的啊？我是有啥物唔敢讲的，我只是心情已经真烦啊。我本来知影你会向红走回家，所以我才无直接讲啊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我那有一只水鸡为了跳过啦，啊可能钓钩，唔知会挨一声。啊好啦，看王健的心情弄恁拍歹去啊，我袂等啊。哎，哥。文哥，你怎么来等啊？这里蚊子真多呢。好啦，等大家哦、喔，都坐你的车，坐我来等。手机内无电啊！我呢是要安怎打电话？什么是要安怎？